拍这个短视频，那时候我在家里带小孩，我一个人在家没事情干了，我就本来是带娃娃的，我没想过，我发了一个视频都人家喜欢，所以我一起继续做这个事情。 把罐子放下去，冒泡泡都可以放鸡爪里面炸的。你们长大时候要小心点，油不要炸了一起。当地的饭局喜欢带洗脸，烧烧澡澡，然后给他吃。就是我送到学校里，差不多8点多9点多了，他们都到五个人分。闺蜜他们有，他们陪我了，如家里事情做好了可以去玩。 说女儿嫁过去，想是想，但我过来父母还在，想是想，但我说实话，我现在如果回去，我那边待了一个月，还是2个月，我都想回来我自己家里。我喜欢到农村，不管是在乌干达还是在中国，我是从农村长大，生出来是农村，所以我喜欢农村生活，邻居啊，还是。 自己带家里啊，比如说种种带啊、挖地啊什么都比较好，在村里啊，还是比较自由一点，环境也好一点，在农村，所以空气都是比较好。